讲个笑话。完了，把钥匙撕了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有人在这附近见过一位英雄吗？敌军还有三十。要不我就走上路了，不行啊。你跟小法师下去，别抢我位置。嗯，看来得走这边。精神病，抢我位置那能行吗？全军出击。小法师呢？小法师脑血栓啊。伙计，找人是很难的。一个德玛西亚人，一个诺克萨斯人和一个弗雷尔卓德人走进了一间酒馆。老板问，想来点什么？德玛西亚人说，我要来杯葡萄酒。啊，不对，来杯麦芽酒。啊，没错。然后诺克萨斯人说，我要来杯葡萄酒。我，他是想来杯葡萄酒。我要葡萄酒。我给你个肥皂，我让你偷袭。我让你偷袭，跟我抢肥，跟我抢肥皂还，我给你个大嘴巴子，抢我肥皂。干什么呢？啊！抢我肥皂！扣一下！你有技能吗你？抢我肥皂！看你还敢不敢？敢不敢抢我肥皂？给你大嘴巴子！抢我的肥皂！锤子也响，嘿！全力挥锤，把你放脸上！回家，无敌了。来红宝石吧。看起来和锤子很配，希望那位英雄喜欢我。哎呀，看来这小炮是精灵啊，耳朵这么长。这不出药光，不出小炮必须得出肉装，出三项不厉害。给你个嘴巴。哎，建模已经爆炸了，建模。你真德玛西亚？你真德玛西亚呀？先拿肥皂顶一顶，卡一波兵线。如果你在等着我放弃，那你也先清一小波吧。
上来，让我撇一下肥皂。哎，英雄，捡肥皂。电膜咋没了呢？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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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他们家中单是个什么玩意儿呢？我的妈呀，熔铁少女中单啊！这玩意儿还能出 AP 的呢？我看看那把来，太狠了！熔铁少女中单，我寻火蓝中单呢，给我整个熔铁少女，行啊行。建模人没了。你应该找这儿躲起来。往哪走？给你们来个花花的吧，来。哎，起飞！这建模吧，他不走了，我寻思赶紧跑。他跑完以后，我这来个点燃，给他吹飞，他不跑了。锤子才是主意。我咋了？回家了。这波可以回家。猴哥加油，谢谢，你也加油。你看要老这种弹幕多好，毕业死了就菜，真鸡巴菜。一死了猴哥加油，你看这多好，正能量。哪有挖掘黑？又挖掘黑让人干了。没事儿没事儿，你让他打。我到了，建模干啥呢？建模。这咋那么多人呢？肥皂让人踩了，哎呦我天，你们打人可真疼。这个点燃挺烦人啊。哎呦我好加血，坑一下完了，给我震回来了。起飞。哎呀好好血魔。差100块钱，算了，直接拿那啥吧，直接来布甲孩吧。建模值钱了，建模挺好。本来建模是不值钱的，突然之间建模值钱了。小炮就是 Q 技能吸地太长了，还是真空期有点长。如果要是出右装的话，确实真空期比较的长了。这怎么中路赶上还死一个呢？哎呦我建模，哼，
你已经不是曾经的剑魔了啊，这剑魔可以啊，剑魔双 buff 一会儿马上给我们啊。建模，谢谢建模的双 buff， 谢谢建模致命点燃。哪里来的马儿？找人是很难的，他打没打瞎子？勇铁少女，拍马屁，扣一下，踢过来平 A， 撇肥皂，扣一下，撇肥皂，你有伤害吗？你说你那英雄，那英雄打人能不能掉点血？这也不掉血呀。这英雄还能打中单呢，两个马居然，走，我们找剑魔的，剑魔指定是想我了，找到他。捡肥皂，偷一下。哎呦哇！火蓝出现了一个火球，哎呦我火蓝捡肥皂，还打了个点燃，挺好。帮我把这拆了，我拆不动，20秒我拆不掉，这玩意儿没伤害，34一下回家了，无敌了。下一件装备，他们家还得是鼬，你知道吗？这英雄是得鼬。玩家，每一步都是更坚定的标志。给我杀！哎！哎！这女姐行，火蓝在干什么？起飞！拜拜！哎，这防御塔有问题啊！那十滴血拆不掉呢？投降了。